后你好像搞错了，谁才是厉害？黄泉死气只有这里的药物才有，但要转化成能洗炼法器的黄泉真水，这点可不够。和群妖出没，那家伙虽然讨厌，但罪不至死。不行，我得把他给带回来。好的宝贝都给我那便宜师傅浪费了，幸亏这次收获了不少黄泉真水，重新洗炼了一遍，总算是能用了。林飞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天还没亮呢。我，等会儿，这么多蛇妖都是你一个人杀的。蛇妖将。这下游才有的高级妖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大概是血腥味的。蛇妖将速度极快，还会使用法术，我们合力才有一线生机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这颗成色不错。那不可能的，他不可能这么强。他以前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突然精通了五斩阎罗，还能一剑秒杀蛇妖将，一定是那把剑有问题。对，这小子肯定走了狗屎运，得到一把看似普通，实则为法宝的剑，难怪突然间变化这么大。嗯，你没事吧？林飞，我知道你的秘密了。啊，难道是因为罪解敌定律被他察觉到我不是原来的林飞？哼，你不需要了解本天才的想法，想要我不把你的秘密说出去，除非和我换一把剑。哼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怎么不愿意啊？算了，你高兴就好。来得好，停，尝尝我大宝剑的厉害。碰就算，这剑不是法宝吗？完了完了。
最喜欢吃猎物活的时候偷吃内脏，林飞你坑死我了。纯阳之血啊，我说怎么会连着来两只蛇妖将啊，纯阳之血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帮我干嘛，放开我。纯阳之血就是妖怪眼中的唐僧肉，最经典的吸妖体质，不利用是太老实了。林飞，我做鬼也不会不刚才的蛇妖将一只就能顶之前所有生物，这下不知道能叫出什么好东西。是妖帝的气息。糟了，这下好像玩大了。